稍息一下，兄弟啊。现在我们再坐渡船回去啊，兄弟。你的车在哪儿啊？你怎么停的呀？就跟他们随便停呗。哎呦哎呦哎呦，我这有没有？这个会不会冲出去哦？哎呦，对头，八十了，兄弟们上船了。腰子还在吗？还在，还在，兄弟们，还在，兄弟们，还在。我去，感觉这些晚上一到出动的时候，这些妹妹们都出来了，兄弟们。马子这边都是普通话的吗？没有老挝话的吗？我这女朋友，差不多吧。啊？哦，啾啾啾。好吗你？我这儿，我这儿来，我这儿，我这儿零钱。这是多少钱？啊，十块钱五个。八千是吧？两个八千。嗯。两个多少钱？八千一个。八千一个。哎，我刚为什么刚刚过来是我们？收我们一万呀！我的妈呀！我跟你说，我就宰我的。我的妈！你看。你看他们这边，人你们这走路都开始喝酒了，兄弟们。这走路到拿瓶啤酒，兄弟们，这边人是多喜欢喝酒。走路到整两瓶啤酒，兄弟们啊，属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欢迎我远点哥，欢迎小远点，欢迎小远点。走路他们都要喝两瓶啤酒，我靠，坐一下。我们现在要。准备过去了，兄弟们啊！我回来了，兄弟们，我回来了，想我了吗？我靠，好累啊，今天一身疼得很。哎呀，今天一身好疼。欢迎闹够了没有？怎么我这个没有翻译呢？充值前这个妹妹有点问题的，充值后我惹你们，这个必须照顾，给她照顾好啊。好了，兄弟们，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刷新一下。五个人翻译啊。谷歌可以翻译吗？欢迎我独钓寒江哥啊！欢迎独钓寒江，这是干什么？摩托车比赛，兄弟们，我们在渡桥，兄弟们啊，就是我们现在回家了啊！欢迎肖书杰，我的妈呀，这差点摔到了。在渡桥，兄弟们，摩托车、汽车啊，在渡这个桥啊，这个飞车党的基地，兄弟们啊，懂的都懂啊。大比赛，这边还是有很多漂亮妹妹的啊，看到没？这边啊，
嗯，他们这边人还是很好的。嗯，还有拉这个柴火的兄弟们，看，哦，这个酒贵啊，这个就在他们，你只要在酒吧喝这个酒，兄弟们，那些妹妹像苍蝇一样扑上来，兄弟们啊，只要你在酒吧喝这个酒，兄弟们啊，他们这边酒吧啊就是这种喜力啊，啊就这个啊，你们去酒吧记得来这边就喝这种酒啊，那个妹妹就很喜欢了啊，因为这个酒比较贵啊，在这边。加斯伯，你在老，哎，你好，哎 ，China， 还 come from China， 呀，我的妈，他以为我是老挝人，兄弟们，不，这妹妹以为我是老挝人，这是最贵的吗？大笨象哥，这不是最贵的，应该，我具体我也没喝过那种最贵的，反正我们去酒吧就喝那种，那个妹妹就喜欢。那个抽象大笨象哥，你有我的那个母星号吗？你加我了吗？我都联系你好久，联系不上你，你给我发个微信好吗？哪个是你？好吧，我找你有事情啊。兄弟们，今天下午内容怎么样？兄弟们，完美融入了啊。喜力不好喝啊。兄弟们，我们五星五人都抽一下。喜力不好喝吗？喜力啤酒，但是他们这儿卖的火呀，但这边人喜。妹妹认可呀，这边啊，妹妹还是很认可这个东西的。我感觉喜力不好喝，我老婆喜力两瓶就醉了，那太好了呀！我问你们，你是不是这样泡的你媳妇儿的？你就说，你有一副东南亚的长相，在这边吃的贵啊！我这在这边就感觉完美融入了家啊！感谢幺幺，感谢 U21哥，谢 U21，谢我何为断肠人。感谢何为断肠人，太好了，我可以帮你照顾好你媳妇了。麻子为什么没被嘎腰子？因为我腰子多啊，因为我腰子比较多啊。欢迎 OD6， 欢迎 OD6， 我用我腰子挺多，兄弟们，腰子挺多啊。腰子挺多啊，感觉我小幸运啊，18个腰子，兄弟们。不行，兄弟们要洗一下手机。我洗一下手机，兄弟们，太烫了。你周年要在老挝过吗？这不一定啊。看情况，大明哥。几十周年，我定个闹钟，5月14号。东南烂不烂，志强说了算。哼，我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太好了，兄弟。嗯。欢迎我奔波爸。
轮渡啊，对，九弯七缸要坐轮渡啊，九弯七缸。要坐轮渡，要坐轮渡，九弯七缸。这是湄公河啊，兄弟们，这是湄公河。这是湄公河，兄弟们。干啥了个？我靠，这个是干啥来着？离开了，离开了。欢迎我图图，欢迎图图。出发了啊！今天去哪儿了？今天我们去了那个阿明家，然后去阿明家，然后去打野了，打野了啊！哎呀，九五二七哥，你没有看啊？可好玩了，今天下午节目效果还挺好的。他们这边没有什么就业产业啊，现在我们在过湄公河，兄弟们。今天我们去捉虾了啊，捉虾。然后现在我们坐轮渡在过这个河，过湄公河。带你们前面去看一下啊，湄公河，兄弟。然后他们待会儿这边要成为那个前面啊。哇，这边都是来喝酒的，兄弟，这些妹妹都是酒吧喝酒的。傻白迪就是你好啊，我说你喂，我终于学会了，兄弟。这是这个啊，这是船长，兄弟。这是船长，兄弟，这是船长的这个船，还是很专业的，兄弟。船长的船啊，兄弟们，这些妹妹都是去上班的吗？没有啊，他们一来玩，他们喜欢喝酒啊，看嘛，天天我这你们用酒漱口，兄弟们。前面啊，现在我们在渡这个湄公河。这个就是湄公河了，兄弟们啊，看一下，我们现在走得很快啊，这船速还是可以的。这海贼王我当定了，兄弟们。老挝的妹妹都会骑摩托车，基本上90%吧，我觉得啊，不会骑摩托车妹妹都不是好妹妹，兄弟们。应该90%啊。速度还是很快的啊，这种就是包船了，这种啊，九弯几个啊，这种就包船，然后上面有可以请一批老挝妹妹给你表演，然后你们在这个湄公河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兄弟们，啊，可以干该干的事情，也可以干不该干的事情啊，反正就是在这个游船上，你可以包船啊，对吧？谁知道你在上面干了啥，对吧？啊，你想干啥都可以啊，有这种玩法啊，只是说告诉大家有这种玩法。啊，这是湄公河，兄弟们，湄公河，老挝的湄公河。虽然我没有玩过，但是知道这个东西啊。你玩过没有？玩过，我没有玩过。但我知道，我只知道有这个东西啊。
来了啊，多少钱？8000块，一个船8000块，也就是说，要到了，要到岸了，兄弟们，要到岸了。湄公河，兄弟们，现在渡湄公河。到了啊！前面有人还要过这个啊。到岸了啊！可以了，走。提前不对劲了。对了，兄弟们，到了，兄弟们，走。这音乐太好听了。湄公河专曲，知道吧？湄公河你不放这个音乐，你放啥呀？是吧？这妹妹要坐车吗？没落单的呀？怎么没有走路的呀？好像走路的免费啊，兄弟们！走路的免费啊，兄弟们！到了，兄弟们，走，车。他们这个地方的经济啊，确实是跟我们想的有点不一样啊。我们去哪里？去吃点东西不？还是回去？去吃点饭哦。走，去夜市，兄弟。
今天花了多少钱？今天花了500-600吧，500-600块钱。咖啡怎么起啊，兄弟们？咖啡怎么起了？我们先去夜市吧，吃点东西啊。花了100多万啊，花了一百多万啊。都没人还焦急啊。他们这里都没有红绿灯的啊，他们这里十字路口都没有红绿灯啊。一百多万啊，花销有点大。这里离那个夜市还是有点近的啊！欢迎我帅的谁哥啊！妈的，这个六零幺六这个 ID 真他妈是个贱皮子，我操，这个逼他妈了个逼，我操！哎，你祖宗18代都是这样的吗？啊，你爹妈是怎么样把你生出来的？你这个狗屌，我操！你他妈带了一天节奏了，你他妈这狗屌，我操！我都不知道你爹妈是以什么样的姿势能生出你这样的畜生，我靠！真的，兄弟们，今天中午就开始带我节奏，人家晚上又带钥匙节奏，这个狗屌，兄弟们，中午就开始带啊，带到晚上他又带啊，中午带我的，晚上带钥匙，这狗屌啊！哎呦，我给你个吻啊，这个有点飘啊，这个。不是破了，兄弟们，今天看了直播都知道这个逼啊，他跟个傻叉一样，你知道吗？狗日的，你爹妈是猪圈生的你吗？我真的是服你了。给你了吗？两个都带你儿啊。音响拿了，兄弟们，音响拿了。我怀疑是超管的小号，我也严重怀疑，兄弟。嘿嘿，拿下了，超管，别，我错了，超管，我错了，超管，我真的错了啊！凉菜这个是，哪个？有点像咱们的凉菜。哪个凉菜？凉拌了，有点像。哦，就是那种吧。你，这反正的味道，我觉得还行。看你，兄弟们。吃哪个，兄弟们啊？哟，看出来这样。啊。但是超管，虽然我错了，但是刚才那个水友确实他爹妈是在猪圈里生的他，啊，吃不这个？吃这个就检查，整一个呗，哎，整一个呗。这儿有饭吗？去买。啊，这个就跟麻辣烫一样啊。不是，麻烦凉菜，搞点个皮带。来，我给你看。
他的科技与狠活。荤素一个价。荤哦，他荤素是一个价。对。嗯。这个还有松花皮蛋，是吗？他们也吃皮蛋的吗？猪耳朵。要吃啥？啊？你要吃吗？都可以随便吃，我都可以吃的。它是荤素一个价是吧？多少钱一斤啊？都老忘了，两半。哎，它是价格，哎，哦，对，九千还是？一两。它不，一两九千啊？不是，它应该是公两。切片。二两。切片是那个。KIP 他这是娘拌的，兄弟们，娘拌公斤啊，公斤，对，他们这儿讲公斤，正宗中国菜，麻辣烫，不是麻辣烫，凉菜，凉拌菜啊，凉菜，中式沙拉，兄弟们，反正味道我们还四川人能吃的，他们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差不多，国内这个多呀，走国内，差不多了，可以搞点饭，可以，羊拌，嗯，两百，欢迎我波哥，欢迎波哥，他说我去里面去买点糯米饭，这只糯米饭吧。这没有米饭，只有糯米饭，去搞一点。糯米饭好。这哪来？那面那里面有糯米饭。等一下他凑完。看怎么拌的，兄弟们。哦哟，这个这些红油，这些红油怎么感觉都这么熟悉啊？老板娘是在中国学的吧？啊，这不感觉老板娘就很像在中国学的这个吗？我们这四川不多人卖这个200猪耳朵啥子呗，就这样。我们吃那个，里面的还啊。酱油，哦。折耳根必须来。折耳根。没有灵活这个。你可以吃吧。这个。啊。啊，yeah，more。来。Yeah，yes，yes，yes， good more， yeah。那皮蛋没有夹啊？皮蛋它不夹吗？不，它不夹的，它不夹。他说要夹，要拌好了再夹。不然夹开怎么吃啊？还可以品尝一下，看味道 OK 不 OK？ 哦，哈拉色不哈拉色？味道 OK 不？甜了怎么整呢？甜了就 OK 了。OK。OK， 咱俩再加点。放一点这些蔬菜吧。这个好吃的皮爆，兄弟们，安德烈，太巴卡了。还是中国的味道，兄弟们，它就很像那种四川的凉拌猪耳朵的那种味道，就是凉拌菜味道，它跟中国学的噻。巴卡，兄弟们，安德烈，类似，哦哟，还整点葱花，多少钱？三嫩，十万，我操，点那么多啊，我们点了，不多，怎么点这么多？哇，还挺辣的。十万块怎么可能多嘛？这个是十万不？不是，这个是十万不？帮我看哪个十万啊？他妈的，都没有吧？没有我来。怎么可能没有？这个吧，因为这个就十万的，啊，
是10万吧？嗯，他这个10万、1万是搞不懂。这么贵，我今天买的，那时候才买5万、6万的，这个应该10万，是吧？我们两个人的嘛。十万的话就等于40块了，又是小贵啊，兄弟们啊。对，这是。吃不完，吃得完，吃得完。40，兄弟们，有点贵啊，兄弟们。夜市嘛，我说因为这成本多少，兄弟们？它是荤素一个价啊。哎呀，兄弟们，这贵啥贵嘛？跟那个地摊83块钱的麻辣烫，好多了，兄弟们。你们没有吃过那个83块钱的街头麻辣烫是吧？不看新闻的是吧？啊，人家还是个店，才40块啊，还这么多调料啊。随便找一个呗，给他们拼个桌嘛。咱们应该中国人，哎，哦，又开始又在播 啊，一起吃。我吃过了。我们今天去农村了。去农村？好耍得很，好耍得很，好耍得很，安逸的很。你啥都说不懂，你耍个屁呀！你真的？那带我去抓鱼去了。啊，抓到没有吗？抓到了。然后呢？得吃没有啊？吃了，现场煮来吃，安得意。好好吃。要得。这个是。这个是你们都记得他吧？记不得啊？这个是金哥啊。我第一天给他两个出下飞机的时候，给他两个就是拼的车啊，任贤齐的好兄弟金哥。这是你两个朋友吗？哦，你们好，你好像那种港台明星啊。哎呦，真的哦。要签名吗？要、真的港台明星啊！港台明星，要，必须要个签名。对，好亮啊，兄弟，浪仔。哎，你好，我、哦，你这个酒安逸啊，你这个80啊 ，very good， 啊。老窝啤酒。对。哦。瑞士好喝吗？好喝。哦。两瓶一个的可以呀、啊。两瓶。对。你一个人喝。对。哦哟，你酒量好哦。好。这个好。我上人下来不讲，人家说两个可以了。两个，你们两个。哦，厉害。哎，我喝了以后，棒骨的来。耶、yeah, 我这个一会儿棒就倒了。是老窝的可以。是老窝可以。喝了脑壳痛。哦，脑壳痛。被顾的好。中国去那里啊？啊？啊，中国的去那里？中国哪里的啊？那里对。中国哪里的？对。四川。四川。对，四川成都。成都。啊。哦，好的。对，好，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吗？对。啊，知道。我下来就叫粉那里。哦。可以。走向世界了啊。对。很开心认识你。有下来是美女呢，在中国吗？美女中国。哦。漂亮啊，到处。啊。香港。哦。中国美女，她中国美女很漂亮啊！你眼光真好。真好。嗯，你 ，you are very handsome。No, I am handsome. I am. 啊。On. On. Oh, no. 你帅的皮包，帅的皮包。是啊，是那美女呀，是中国漂亮啊。啊，漂亮。水我很水，我很水哦，水晶晶，对，水晶晶。好，谢谢。没有用钱，不用钱。谢。他说我很水，兄弟们。大哥没座位啊？啊？怎么好大尴尬没？这有什么嘛？没有座位，我看看。
那儿有两个，找一个嘛。啥子这里没人，我们找个有妹妹坐上去噻。先坐了再说吧，你妹妹，我把搬，我把那个凳子搬过来算了。哪个？等一下。看一下说我很帅啊，我很水，好玩啊，兄弟们，这里好多营啊，兄弟们，这里热闹的扣卡，这是我来的第4天，第一次来这儿啊，我来好几天了啊，找个妹妹拼个桌，跟金哥拼个桌算了，算了，金哥个子太大了，容不下我。马上引到，对，你们去酒吧玩了吗？没有啊，你们都不喝酒啊？哦哟，我第一天来就被他们甩翻了，好玩的，他们在酒吧好玩。不喝酒去酒吧也没用。可以喝饮料嘛？啊，你不喝酒的话，人家没机会嘛。看着座位，我去买饭。等会儿凳子又没了。欢迎我蔡江哥。眼镜来，我肯定有眼镜，兄弟们，我没眼镜的话，我都直接跟金哥两个拼桌了。都是钱花，兄弟们，我永远记得张三教过我一句话，啊，是吧？夸人的话可以脱口而出啊，损人的话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感谢我监通界啊，大声一点没听清啊。人你们兄弟们直接拿个大碗，经验消费我买单，全场所有的消费业务都买单。人你们这个直接上新闻，兄弟们，给他一耳屎啊！人家是三个人，兄弟们，金哥没有机会了。我就跟你们说，金哥这个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你看吧，两个妹妹，一个男的，怎么可能有机会嘛？走。是吧，改名哥，我还没点眼睛劲儿嘛，知道吧？你莫管啊，熬不动了，兄弟们，我感觉啊，我回去要那个啥，兄弟们，我回去感觉今天晚上要回去要更新一个抖音视频了，兄弟们啊。好的，我知道了啊。金哥，好多，穿破了你去代购的兵，穿破就穿，够你会潮了，不会穿的。叶子，微信500元，下个月还你，什么东西啊？来了，兄弟们啊！开杠，糯米饭还只用筷子呢，手都没得洗。高总，你的意思是说借我借我为你借借你500块啊，然后你那个啥下个月再还给我是吧？高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高总，你就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高总，高总，
的，快过来吃火锅，弟弟。吃火锅啊！弟弟，快过来吃火锅，弟弟。有他妈钱单独去请静静吃火锅，啊，还来找我威五百，你忘记了上一次威我五百多久还给我的是吧？你跟着铁哥们出去你都挣不到钱，你在搞啥子？上次这没多久，半个月才我都挣了两三千块钱，再加你打牌又用了四五千，我他妈七八千块钱你用到哪儿去了？这才多久啊，一个月都不到，半个月。我说你问我出来做节目这半个月才花了六千多七千块钱，一万块不到啊。我说你问你比我做直播开销都还大是吧？你真是我兄弟啊！那你问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傻叉是吧？那你问，哎呀，人你们这个位置没找对，这位置没找对，人你们应该找个有妹妹的地方坐着的。给我就消费了七百多啊！就给我刷了个飞机，剩下都给紫薇了。这个水友对我真好啊，这不用你说啊，不仅是我的水友对我好，我所有的水友都对我好。因为什么？这是他们对我线下人品的认可。You understand？ 啊，知道吧？上上回高总，作为好兄弟，你要我威你五百没有啊？安逸花、杜小满啊、360、京东金条、京东白条、花呗、借呗啊，我可以推给你啊，好吧？你连这些软件你都借不出来五百块钱，你来跟我借？作为好兄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不好辣，这有点辣。海鲜面搞多了。嗯，还有一个，支付宝备用金，男人最后的尊严。支付宝备用金五百，男人最后的尊严，你们。还是必须搞两杯冰咖啡。我去买咖啡。好。
真的好辣，兄弟们。真的好辣。能不能八哥今天晚上喝点吗？今天晚上不喝吧。好辣，兄弟！哇，太辣了，太辣了！哦耶！哇，这么有一说一啊，这个菜就是中国的味道，你们，中国菜的味道啊。欢迎我四喜妹妹，欢迎四喜妹妹，就中国凉拌菜啊。谢我四喜妹妹，感谢我四喜妹妹，也过谢兄弟们。家乡味道，好辣，兄弟们！谢我一只蒙提莫啊，兄弟们，今天下午节目大家觉得怎么样？不如买辆节目。还好，还是觉得有点凯的味道，有点凯的味道是吧？多少有一点啊。人，你们想出去玩，转了一天给堵回来了。直接买一张高铁票，直接杀老窝啊！人又少，又便宜又香烟，酒吧300块钱喝到死。我说你们一个人300块钱的酒喝到死都喝不完啊！腰子可以不要，但是钱必须省。签证怎么办？我的妈！落地签，带上护照就行了。
他们这个折耳根好好吃啊，跟国外折耳根不一样。好的，干不干？没事的。谢谢我这些外啊，辣就是辣的很。导弹哥去柬埔寨了，但是两天没有消息了，两天没有消息了。我给导弹哥发个消息啊。阿杰哥，你在哪儿呢？阿杰哥。导弹哥，你到哪儿了？导弹哥，可以整点小声音啊。我记得啊，导弹哥是导弹哥吗？哎 ，hello。那导弹哥几天不见，变这么老了吗？啊，不是，好，谢谢，谢谢。我靠，这个大野马挺漂亮的。啊？那边有个大野马，看。哇，爽！爽的皮包，我操！这么大一杯咖啡啊！多少钱？10块钱，这个8块钱人民币吧？十块人民币啊！欢迎我蓝风哥，你看这逼格，是吧？来，这还没有动用着，我来，没有动用着。这是越南的朋友，哎 ，OK， 你好，越南的啊。越南的朋友，
越南朋友，我听他说话就知道，我老熟了，他一说话我就知道他是越南的。就那几个得得得得得得，脑子里面永远忘不掉啊。兄弟你好，我觉得柬埔寨挺好的。这个我准备待一天的。什么？兄弟你好啊，我觉得柬埔寨挺好的。这个我准备待一天的。这里头遇到我喜欢吃的素食，好多好多啊。又让他吃素食着了。我操，着了兄弟们，啥？好了兄弟，我听一下，他说他这儿那边你好，我就兄弟你好，我觉得柬埔寨挺好的。这个我准备待一天在这儿，这里头遇到我喜欢吃的素食，这里头让我吃素食，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这个素餐厅，素餐厅好。今天都发现两家，早上点，七点钟就有素餐厅，反正大概就是3美元左右，不超过5美元，一份什么面呀、什么的，而且这个面呢，我觉得素食有力量，国内的素食没有力量，这个营养不够，这里的素食解决了这个问题。柬埔寨素食有力量。不是你们兄弟们，他急，他准备在那边多待几天。哎呀，他又给我发图片了，给我发个图片，兄弟们，给我发了个图片。哦哟，哦，这个啊，素食有力量，兄弟们。哦，非常的素食，非常的有力量，兄弟们。全是素食，一点荤菜没有，兄弟们。没有啥子规划的，还是哪个规划的？对是。啊，谁包？那就干，看你。哎，好辣，好饿。给我落花。
导弹哥路已经铺好了，下一个国家柬埔寨，导弹哥现在就在柬埔寨啊，他现在人就在柬埔寨，兄弟，现在人就在柬埔寨。晚上去酒吧吗？现在赶紧报备啊！哎，不想去，兄弟，今天晚上我哪儿都不想去啊。啊，我哪儿都不想去，兄弟。你们要去当深夜买单侠吗？昨天晚上买单侠节目，昨天晚上买单侠节目你们看了没吗？就是我们去那个酒吧门口，那里有个餐厅，有个餐厅，然后那些妹妹喝醉了吃好或者饿了就会先出来吃饭，那里有个餐厅，有个面条，10块钱一份的面条啊，米粉，我们可以在那儿看到好看帝王级的，我们可以给他买单啊，就是买单侠啊，风景哥，欢迎风景哥，就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买单了，昨天晚上我跟钥匙的前女友买单了。他你前女友被那个小杨给接盘了，我靠，这就钥匙前女友被小杨给接盘了，我这就，哎，买单侠兄弟，欢迎我风景哥，笑安逸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嘛，好兄弟。哎，那叫阿什么？阿密啊！反正他们这边都一个字啊，就一个字啊。名字啊，好这个啊，阿水、阿咪、阿奶，他们简称的，他们名字很长的。哦，他们的名字很长，他们的身份证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不一样，身份证就是像卡片一样。那个名片，就是一张纸，然后塑封起来。一张纸塑封起来。哦，那就跟照片的那种老照片塑封起来的差不多。我给你看这个，就有点像这个架子。他们家是三个身份证差不多啊。一代身份证的呀，就是我们祖国的一代身份证的呀，我们自己身份证。马总，你跟谁在老挝啊？我一个人啊，我跟那个钥匙。阿杰今天晚上怎么没消息？阿杰，我靠！这是他们的驾驶证，他身份证就有点像这样的。哦，大概懂。那他们这个是不带磁的。那他们这儿，阿姐。喂。你在哪干嘛呢？我这么早你睡觉了？好吧，行，那你睡，好。我在直播呀。待会儿看吧，我昨天发现个新节目《买单侠》，待会儿去看一看。我买单侠，做买单侠，就是看那么好看的妹子给他买单。好，你早点休息啊，你不忙了再约。好，拜拜啊。
们那种老哎，真傻！哈哈哈哈哈！没有，兄弟们，我主要是我想这个把这个素材清一下。我两个 T 的那个内存卡满了，都要拍满了。我这因为我一个都没剪，最近懒得批报，每天就直播很晚，要么就是瞌睡来不住啊。抖音也没有更新了啊。那素材两个 T 的内存卡都拍满了，我这你们必须要把它删了啊！马远行做起来啊！我做了视频怎么样嘛？但是感觉人因为不火，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跟我差不多，一到十点就犯困啊，是吧，哥们哥？在老挝万象还是在琅勃拉邦？琅勃拉邦，兄弟们，琅勃拉邦，在琅勃拉邦，然后在这边来先玩两天嘛。你没有花钱上热门，当然不火了。我没有花钱，但是我有个视频是200,000浏览量，兄弟们算好吗？就发了五个，有一个是200,000浏览啊，200,000，有一个是200,000啊。他们都是要花钱的，要买热度啊！我买个锤子，我不买啊，坚决白嫖啊！不是潇洒哥，那个视频我是想，我兄弟们，你我现在有个问题，希望兄弟们能帮我解决一下，我已经很头疼了，就是我拍的360的素材，它是360度的。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360的内存卡的素材传到那个百度云上面，人人都可以给我剪辑的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传，兄弟们。要用电脑啊，电脑不行。啊，电脑不行，我不可能背个电脑到处走啊。转码是吧？有没有谁有给我发个详细教程的？给我百度一下，真的，我真的是想这个好好的搞一搞，兄弟。我百度云 APP 买了几十个 T 的内存啊，我每年都是超级 VIP 中的 VIP， 兄弟们。把手机卡插到转化器上面，然后再上传。是的，读了，兄弟们，读了。百度云里面有转码，是吗？我看一下，兄弟们，我是怎么弄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吃不下了。他妈这个老板，我用了这个。辣椒面不要钱了。我说这个，兄弟们，这个小东西500块钱啊，500块。啥东西？操！就这个玩意儿。然后把它插到上面啊，我把它插上面啊。然后他就跳出来了啊。
没有，这是读卡器啊，这是读卡器啊。然后这是我之前拍的视频啊。然后他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啊。看到吗？他现在是这样一个，我要把这个视频怎么样下载是吧？他可以下载的，我随便下一个，兄弟们，我随便下一个，我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的啊。下一个短一点的吧，随便下一个短一点的，下个十五秒的吧。下一个稍微短一点的，下个十秒钟的。云盘有规定额是吧？然后我把下载下来啊，我把下载下来。完整视频，好，吓死人啊！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兄弟们，选导出吗？对，我必须要把360的那个这个导出。它不支持百度云啊，全景。全景只支持1400，平面不行的，不能导平面啊！我就是平面不行，我就是要剪辑他那个视频。我导平面的话，那个平面我都会导。啊，平面我都会导，平面谁不会？平面这你们导出来，我就是要把全景视频啊。你的视频太平了，没有共情感是吧？啊，知道吧，兄弟们，我就是要把这个全景视频就上传到那个素材，上传到那个去把它保存下来，知道吧？是这个意思，兄弟们。已经下载到本地了啊，所以说我现在这个把我拦到了，兄弟们，因为。他也是，就是把我拦到了这个，反正啊，因为我拍那么素材，我没有办法把保存下来，我只有删它，因为不删的话我就不行了，你们。我打开百度云啊，好的，试一下，你们先试一下啊，百度网盘啊，百度啊，我等一下，等会儿万一有什么视频被看到了。好，打开了。不管你，不管你是全景还是平面，你直接导出来，导出来上传就行了，其余的全部交给剪辑啊。不是平面的话，你不点加号。点加号，点了，然后点上传视频是吧？没有啊，根本就没有。
hay hơn mấy món trước kia. Em thử phát rồi em đã phát.应该是格式的原因，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其实如果这个360它有那个云保存的话，我觉得是360这个Insta 360它有这个保存的话，我觉得我都觉得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有没有云保存啊。đến lúc nào mình quay lại được. Chờ đến cuối tao em chạy. Dùng 360 网盘是吧？如果是兄弟们，如果是我这些素材可以全部上传到一个网盘上面的话啊，对，我就这个呀，别研究你。就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说，如果这个360视频能传不上的那个网盘的话，我就可以找剪辑来帮我剪了。你们要怎么剪就怎么剪，兄弟们，我就专门招一个剪辑给我剪，知道吧？好吧，兄弟们。你百度云你要升级 VIP 啊，就可以上传原视频了。百度云是 VIP 啊，我百度云是 VIP 吧，兄弟们，这是 VIP 吧，兄弟们。上传文件，找到360内存卡布罗。上传文件，上传文档吗？上传文档。上传其他文件。này qua đây này hảo ngọt lắm cái đồ của mình hảo ngọt lắm miệng ngọt rồi miệng ngọt ôi miệng ngọt qua ăn nhiều không ạ tôi còn bây giờ muốn nhiều ngọt đấy 没有啊，找不到那个，找不到，这是我最近比较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啊。你先导出来，然后点击上传的文件，支持所有格式哦。好，我看一下啊。导出全景。好，我导出来了，兄弟。但是他这个导出的话，就画质很渣了啊。导出来怎么是这个屌样啊？
我看老外用筷子好搞笑啊。我看老外用筷子不用管是吧，哦，然后再上传是吧。我看这文件啊，我传过全景视频到百度语言是可以传的页码的，你还记得你给我，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是怎么弄，对对对对对，是那个是那个。叶子售后权，那肯定有售后的呀。那你到时候教我一下啊。用手机可以吗？就尽量用手机完成啊。然后记住存放路径，然后选百度云上传文件目录就行了。我现在再试一下啊，我已经保存了啊，上传这个文件啊，我试一下。试一下文件，上传文件，哦，是这个吗？视频一定要再下载好在自己的手机上，然后点这个视频。你再翻一下你那个导出入境。哎呦，算了。
就是想学一下。没有了。但是这个文件怎么只有20多兆了呀？没有了，你点开你这手机自带的文件，这个 APP 看看，你点开你手机自带的这个文件看看，看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在哪儿点开啊。格式变小了，那到时候转码再转程，它是不是又变大了，兄弟？行了，兄弟 ，CPU 不够了，兄弟 ，CPU 不够了。上传原文件不用转码，就我尽量还是用手机来嘛操作，因为不想带电脑，兄弟。哎呀，回头再问一下吧，看一下这个怎么弄。不行，兄弟。搜文件管理啊，文件管理，没有文件管理是什么？你自己手机上建一个文件夹，把360放进，然后上传又找。在哪里可以建这个文件夹呢？我真牛呀！安卓哪个版本开始，很多文件都取不出来啊！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建文件夹，兄弟，我这不用了这么多手机还可以建文件夹的吗？因此，301一个视频有三个文件，你把内存卡拿出来放手机里上，再上传网盘。我刚看到你的导出的是 CE， 哦，看一下，这个要是再剪的话，我觉得真的啊，打开手机，打开设置啊，我这个小米我都不知道这个文件夹在哪儿啊。买回桌面。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小爱同学，你在，帮我建一个文件夹。好。哦，来了。分组哦，医疗分组有个文件管理哦，看到了。像这个20兆，怎么才20兆啊？不是这个全景，这个全景才20兆，不可能呀！我靠，最少是100多兆啊！先去上班再说。把相机卡把相机内存卡拿出来，通过手机 OTG 上传到网盘，一个视频3个文件一传，就不然视频用不了。我现在就是 OTG 的模式啊，看不懂，算了，这逼玩意儿太难了，我得去问一下吧。DZM 这个文件夹，我看。哦，这儿有个360文件夹空。有一个，但是文件夹是空的。算了，搞得很头疼。算了，暂时不弄，马上就会了。DCIM 点开，它有一个360啊，应该有一个
没有。CAM。CMEA 点开了。太公家了。没有，就是我刚才导出来个视频没有。等一下就回来了，亲爱的。CM 没有。你可以再导出一下，我们看这个导出。再试一下。好，再试一下。哦，导出。全景。打开相册。八亩噶，特别亮嘞。1400x720P。哦，内部内存卡。CMR PCSMR 几点路径？看啊。没有，没有，找不到这个文件。难道是最下面吗？这也不对啊。点进去这文件就不见了。时间排序啊。哦，这个。哦，就这个，这个20啊，然后上传。发送。长按分享啊。
其他应用打开。Hôm nay đúng gặp Đồng Hương Văn Dũng luôn để khách có khách hàng với một người. Thấy chưa các đây. Hôm nay đi. Mấy ông bài tôi nhìn cho cái chuyển sang. Phân xưởng.北百度云这个选项行不行？我操！我重新点上传，多学一下兄弟，多学一下。哦，有了。崩溃崩溃崩溃，操！点击上传，选原文件，上传文件，上传文档，上传视频，然后今天十四 算了，哦，上了，直接回去了吧？嗯。
像你那边还弄。不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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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溃了。不搞了。我看了一下，他妈压缩成20兆了，我这因为我直接报废，兄弟们，不搞了，兄弟。再回去，回去洗个澡，吃全是饭。走吧，不搞了，不搞了。现在都开始都臭了。他这个文件不一样，兄弟们，这不搞了，兄弟们。这个逼玩意儿搞得头疼，只能就是需要一个秘书，兄弟。确实，直播间就这样，不搞了，兄弟，走。眼睛说简单，老子你再说，不是他可能是格式问题，兄弟。我看了一下，这个他妈导出来之后20兆，就算把这个上传上去，妈20兆有锤子用！我说你们，这还不如……哎，我们车呢？不搞了，兄弟，他不能上传原视频的话，这没有办法，兄弟。哎，他人呢？走，不搞了。这个，对呀、啊，他妈的，这4.8个G 的视频，哎哎，好 OK， 来 two， 你刚刚说自导一次 ，Hello， Hello， 这里，我外面给是吧？可以上传原视频的，剧情题啊。回头问一下，回头学习。回去了，回去了，先回去。扛不住啊，兄弟，身体扛不住了。我是下载出问题还是上传出问题？上传啊！哎，我来呀！我的妈！算了，因为我是手机啊，我没有带电脑啊。用电脑的话，可能它会更好一些啊。到时候这个蜂蜜你们留着吃啊，蜂蜜。啊？怎么？晚上送水房过了没？没有啊，你留着吃，你跟你女朋友留着吃。
累啊。把我整累的，累的皮爆。兄弟们，我们五星再抽一下人头吧，兄弟啊，还差一点点，差的不多，兄弟。今晚买的吗？今天不想去买单了，今天我不想去买单，今天我要早点休息，我想回去睡觉了，兄弟，我扛不住了。锁都不想开了，快坚持不下去了，兄弟们。再说吧。闺蜜没地方睡，你帮帮闺蜜吧，完全都趴不住。兄弟们，这大街上停到这里没问题吧？待会儿出去吧。不出去了。不出去，不出去，停后面。出去停后面。或者停到那个大厅也行。这个里面应该不用锁了吧？不用，把龙头锁了就行。啊，这他妈还被偷的话，那搞个锤子！哎，我个尿，我靠，天没窝尿了。哎呀，先洗澡。太臭了，我靠，一身脏的不行我。
靠这！我靠，你们在这干啥？这个？啊？这个你们？煮什么好臭啊！我靠，你们这啥玩意儿啊？你们没吃晚饭啊？不煮什么？干啥？我臭大哥，你要把我臭死啊！我靠，你这在煮鲱鱼罐头啊！我操，家暴了，家暴了！安娜，你喝醉了。喝醉了。他喝醉了。喝醉了。我操，又喝醉了，兄弟。我臭死了。我的妈，你煮的啥？煮的鲱鱼罐头吗？这是。我操，两个都喝多了，你也喝多了吧？这我喝多。你没喝多啊？喝多这哥们又喝醉。我的妈，兄弟，喝醉了，兄弟，喝醉了，兄弟，这今天晚上第一天晚上就喝醉了，兄弟。你这煮的啥？哎呦，你不要摸我屁股嘛！哎，你好坏哦！我操、哦！你看啥？你这我知道。什么？他把那鱼干。不是，是你好臭的。他不是，哎，着了！我这他妈云台都不支持我这个工作了。顶不能。不能摸我屁股。我操！我要晕死了。摸了什么？欢迎我卡哥。哎呦我的妈！是我擦了个味道，我去旁边拍走了。我在朋友那里，这里我受不了那个味道。吓我！我擦那个味道。兄弟们，扎住锤子，扎住！他那他不知道煮的是啥。九八七哥本来想下播的，这一下又不想下播了啊！我儿话真的。等一下，我来吃吧。哎，烧的太臭了，他们弄了什么东西？他们喜欢吃这个吗？他们就喜欢吃臭烘的。我跟你说，螺蛳粉他们为什么喜欢，就是因为臭啊。他们吃过螺蛳粉没有？我房间都还有螺蛳粉。他们买的？不是，他们大部分喜欢吃螺蛳粉吧？有些吃都没吃过，他们不知道螺蛳粉是啥东西。反正也可以来试一下，先简单做一个推广嘛，在这边，这边没有开螺蛳粉店的，兄弟。高总看到了吗？这个妹妹已经去摸我的钩子，兄弟，找的是个屁啊！我找的做高总，高总你找的做吗？高总，啊，你看妹妹多开放，是吧？你进来就摸我屁股，啥也没干啊！刚才弄我的屁股一顿摸。站不动了，我扔你个喂！昨天晚上那个深蹲给我做的，看看，做的我腰软，怎么动了？哎，吃啥呀？他们弄了好臭，他们弄了那个鱼，那个什么东西？人家我感觉螺蛳粉来这臭鱼干。他们煮的那个臭鱼干，啊，我操那个味道！平时就放在房间里面的。不是他们这边老挝人喜欢吃那个东西，不知道什么鱼做的，应该是罗非，然后是晒干了臭的那个鱼，他们就喜欢吃那个东西。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房间里面全是那股味儿。他们这晾衣服在哪里呀？就在外面啊，就在你后面这个窗子外面。这边干得快，你放在房间里面也可以啊。可以了，没问题，很快就干了。这边热。螺蛳粉他们很多都没吃过。是吧？
我们哪次就是去那个就先摆个地摊尝试一下。摆地摊这边中国人不让你摆。中国人不让摆地摊，我们免费送啊。一样的。免费送也不。一晚上摆差不多，白天。对呀、啊，就是免费，就是先整个1000块钱过来这儿免费煮了，送给他们吃，看看反应效果。你拿什么煮啊，大哥？你要多大的场地啊？那有什么场地不场地？给我端着吃就完了呗。你先了解市场，我说因为你不要在这儿，就你女朋友喜欢吃。不是，很多个妹子，他们都爱吃啊。是吧？是他一个，很多个我试过。先让他们试吃一下，人以后直接疯狂了，这边直接真的。开个螺蛳粉店，他们就喜欢那个臭的。啊，他们就喜欢吃那个。我靠，那个煮的是有点味儿，兄弟们，那有点鲱鱼罐头的味道。直接晕死在当场。有谁又跟我说了啊？要360原文件的，我是老粉，这个2兆视频没用的，就相当于照片要360原文件的可以。谢我陈明基的真爱火山，欢迎我狗粉丝。哎呦我的妈，买双拖鞋回来才行。这个人在直播啊。哇，这个人啊，我操，你怎么知道他的呀？别人发的。是发给你的吗？不是，群，别人群里面。哦，他也在直播是吧？在拍短视频。他是在哪个平台？看到一个是哪个品？西瓜的吧。西瓜。小胖子程序。VR 视频计划。哎呀，这兄弟们根本就没搞懂我要干啥。兄弟们说让我把360镜头就视频就上传上去就可以了。你没搞懂啊，我是要把它上传到一个类似于百度云的地方，然后把它下载下来，然后给他们剪辑用的，懂了吧？不是说跑去抖音上传 VR 视频啊，用锤子用，根本就没搞懂啊。他们让我直接在抖音上上传，我知道那个东西啊，我知道抖音有那个 VR 权限的那个上传啊，我要上传到中转站，不是上传到那个抖音去啊。我的妈呀，这是确实还是好啊。我要上传到中转站，然后交给后台的人去帮我剪。小米有云没？阿里云，我有百度云啊，我有百度云。就是等于说专，其实我还是我自己剪的视频，我剪了5-6个，我觉得还是剪的还可以啊。主要是太花时间了，你知道吗？非常花时间。我那5个视频基本上花了我30个小时，20-30个小时，我有的时候一剪嘛就到天亮了，这是太耗时间了，兄弟们。老挝酸笋好搞不？哎，真的，你们可以来老挝这边啊，知道吧 ？PK 咖啡，配个咖啡啊。你的视频组呢？没有视频组了。钥匙，你一定要看页标啊，不能让他放错啊！我的妈呀！我发现我要骂人啊！刚才骂的我扣了一分。你就当就有做短视频的。压缩兄弟。我再说吧，还是有用的啊。我你们是不是又去喝酒了才会的？对啊。这可能都有点飘了。他们去那个去那个朋友那里喝的。打视频电话都是在别人家里喝。是吧？没在酒吧。跟你说，他们的娱乐活动就是喝酒，喝酒，喝酒。
没任何的娱乐活动，唯一娱乐活动就是喝酒，去玩也是喝酒，在房间也是喝酒，去哪儿都是喝酒，是吧？没办法。你给我立立个。你让他不喝是不可能的。是吧？虽然老外人他去中国，他们生活不习惯，因为中国不可能这样天天喝，对吧？原视频才20兆，你直接发给别人也很快。我谢谢你啊！我刚才找了个原件，我4.8个G 的视频找出来只有20兆，我说你我再把它上传上去，人家再下载下来，又催着用。我现在在想，别搞了，兄弟们。哎，是吧？我说你们我4.8个G 的视频啊，哎，你压缩个压缩成4个G， 我还能想得通啊。继续上传，肯定搞不定不下播啊！那改名哥，九秒钟。这里的网吧，这里有网吧吗？这里的网吧，我看，上传才几兆的宽带，是吧？对呀、啊。不。我们去这里，我们没人玩，他们都是玩那种玩牌的那种，玩、哦、玩什么的打鱼那种，打鱼啊什么的。走走走，看你女朋友做好没有？你问。这边的宽带和国内是不一样的。走，兄弟们，查房了啊！查房了。我又闻那个味儿。他们又把门锁起来了。对。找到内存卡目录啊，把整个目录。秦昊，开门。吃好了吗？哎呀，我的妈呀！这味儿！哎呀，我的妈呀！快，你让你们看看。快好呆了。兄弟们，这味儿真的是上头啊！蛋吗？这是上头。我等把外卖关掉了。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鲱鱼。我不敢吃这。鲱鱼啊，鲱鱼。高总，高总，你喜欢这个妹妹吗？喜欢的话，我介绍给你。她是单身吗？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两个一样的名字。一样名字，阿南，又单身，喜欢啊，高总说喜欢，高总你来，我介绍给你。为什么他的屏桌面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你们两个合照啊？啊？这不足够，不够爱你啊？很正常。根本不能分成吧？发现了没？两个人的。两个人的就代表恋爱了呀。哎，谁跟你说的？他又不像中国那种。出去之后，人家就知道他有老公了呀。要拍一个。啊，是吧？你要给他说一下嘛。你听见了吗？啊？不是他应该这儿听懂了吗？听懂了。懂了。懂了。懂了，等一下拍照 ，OK 不？OK 啊，他梳成双马尾挺好看的，挺可爱的。双马尾。对啊。就跟他这个发型一样是吧？他不双马尾吗？哦，单马尾。不是。哦，没有。这个，this 双马尾就这样。Hello，this。No， 就是 two yes。对，两边这样，然后这边这样，对。对，就是扎起来，对。就是那个视频很火的那个，兄弟。他应该是，哦，这个笋不是那个笋。爸。我知道是爸。爸不是地爸。臭爸。哦，问妹妹愿不愿意来中国啊？我会给她一个家，我谢谢你啊，高总啊，我谢谢你啊，就我们两个就跳。就我让你上去查看杀杀五，你都要去耍一盘的人，你会给他一个家，我谢谢你啊。
高总，你要来老挝吗？高总就问你能不能喝酒，会不会喝酒？你喝得过他的话，他应该就是问题不大了；你喝不过他就不行。俺爸没得说的要喝的。嗯，那是我们的公公，老板。知道吧？哎呀，我的妈，这味儿不。现在好多啊，把风扇打开。刚刚进来那个娃才真的是当场去世。兄弟们，他们那个鱼的味道有点儿。高总不行的。不知道。连。整起来，我还去整个那个啥，啊，整几个衣架。他说要睡觉。啊。是不是？谁要睡觉？哎，你在干啥？不是，这有男的的嘛？你在这做什么？你在干什么？说这个，说这个，脱不开嘛，没有奶。哈哈哈哈哈。我就怪我同学。他这也有点啊，有点，他这几个闺蜜还是有点。哎呀，这个放冰箱。他抓我屁股，兄弟们。你呢？老夫厉害，今晚我被拿下，不可能，兄弟。不，他还有几个闺蜜呢？不知道。啊。去玩了吧。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们穿没穿内衣？这咋知道啊？这有点搞成黄渤。小垃圾。他叫阿兰啊，阿兰，对阿兰。阿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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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阿南？莫名其妙。你跟你哦，阿水。阿南。阿南，不，你摸不要，他摸我奶奶，我真的服了，兄弟。哪里呢？没有呢。阿南就阿南嘛，他摸我奶奶，我就真的，都不摸我一下，兄弟，都不摸我一下。是阿南，不是阿南。我听起来都是一样的。阿南。妈，去洗碗去吧。快去。占我便宜是吧？快去。拜拜。我要摸回去啊。你现在命令我吗？我为你累死他了。你是故意的吧？我靠，你这是干啥？这个痛。痛啊！哎呀，我的妈呀！螺蛳粉吗？这个，这哎，你喜欢吃这个吗？我吃很多了，我不喜欢吃了。他吃很多了，他说。嗯。这个你喜欢吃吗？你喜欢吃吗 ？You like？You like? No? 他好像没吃过。哦，煮一个给你吃一下嘛，尝哈，你让他尝哈嘛。这个。现在肯定吃不下了。This 是臭。这个很臭，我这个我怎么说？用英语怎么说？很臭。It stinks. It stinks. Steaks, 对。It stinks, 啊。It stinks. 它很重要。It stinks. It stinks. 他认为。It stinks. It stinks. 胖臭，你看。胖臭。Pants stink. Pants stink. Stink stinks.Stink, 这是英语，人听不懂啊，这发音没谁了，慢慢来。哦，他男朋友，哎，你不要拍我吗？你拍我干啥子啦？拍你什么？啊？这是你男朋友吗？看不看很好啊？不是，这是不是？你在干啥？你在，哎，你这个有点遭不住啊！你这个，兄弟，这哪遭得住，兄弟？
这是真真真那个是你我的。笑什么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呢，暗示暗示就，欢迎我小小远永远的高启强。哎，真的，哎，招不住他们，吃好了这个。哎，去吧。我靠，人你们这边就开始玩起来了，兄弟们啊。这个是过分的，你看。那他们叫我们梦梦。这边开始拉起来，兄弟们，我说你，我和今天晚上你们怎么睡啊？就这样睡啊？不睡，今天要住要饭店，住在饭店。饭店啊，去朋友家。哦，这是哪个国家？小鱼啊，我在老挝啊，老挝，老挝。在老挝。嗯。上半夜睡觉。你在说什么？说你啊。说我，你要跟我睡觉？是不是嘛？你不要啊。你要跟我睡觉吗？要什么不要？要。要不要说不要我？要不要我跟你睡觉？你可以在我房间搭帐篷。来，我给你看嘛，来。来，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来嘛，来嘛，我给你看。看什么？我给你看个东西。你看个大宝贝，你来嘛，太行了。你睡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床 ？Yeah， yes， 就这个这个。知道知道了。Yes， 你睡这个嘛，睡我房间这儿这儿。不睡也睡这里，你睡这里，你睡这里又睡这里，好不好？我睡这里，你再睡这里，好好好好好，不是你。我拉着狗咪房间睡觉了，我在这里就睡觉，好不好？好好好，睡睡睡。不是你。我不拉着你。兄弟们，家庭剧来了，兄弟们，我这就。太酷了，哎呦兄弟们，哎，太好了，行，好起来兄弟们，关播，真牛，兄弟们，我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哪个平台来着？那个叫什么？麻豆啊，是麻豆，探花，我们探花见兄弟。哎，高总，你看到了吗？高总，高总，你快来啊！高总，高总想不想来？高总，看到了吗？高总，高总，啊，高总，你看到了吗？高总，想不想来？高总，啊，高总已经迫不及待了。高总，看到没？这就是老挝，看到没？啊，没有开玩笑吧？啊，没有开玩笑吧？啊，是吧？这就是老挝，这就是老挝。根本不叫找啊，你小子变坏了。没有啊，没有变坏啊。这个小鱼高启强是小鱼吗？没变坏，没变坏。兄弟们，我们5星5人都抽奖，5星5人都抽奖。下面是收回环节，兄弟们，飞进群啊，飞进群，飞机进群啊。关播吧，兄弟们都理解你。飞机进群，这不过分吧？哦，兄弟们，先喝点这个咖啡，男人咖啡啊！这个咖啡是产自于哪里我不知道，兄弟们啊。这个咖啡的话，就是听说喝一杯，但是我们第一次喝的话要喝半包，喝一包的话一晚上就下不来，喝半包的话我是你们就刚好啊，就这个。别搞那些，你快过来啊！哎，那妹妹呢？我说你们这开始给你们在搞的哦。你坐来呀、啊，过来呀、啊，坐呀、啊。那天回来这个没有房间睡觉，我来陪着你这个。你先来适应一下嘛，
行吗 ？OK， 你好不好？好，你坐这嘛。我出去给他发，他给我等一下。他一定要过来。你发就是照。好，你过来嘛。我说你等一下。我说你过来嘛，你坐的坐这儿来说嘛。他又跑了，他跟我睡觉去了，他跟我睡觉去了。杨娜，你没有，我还坐这儿我直播去呢。哎，口水口水流出去，口水流出来。哎，小刘，我睡着。哎，就一个字兄弟，哎，高总，早晚被人睡醒。哎，我是不是犯了？你快看，我都拉屎了。今晚劈开，说。哎呀，新节目太花，兄弟们。不，给他一次吧，不就是爱情吗？没事的。高总打电话了，高总已经给我打电话，高总已经忍不住了，高总第一次给我打，喂，高总，喂，喂，高总。妹妹能不能来中国？我这边养他。喂，等一下，我脑子卡了。重新，你再说一下。我说你问问妹妹来不来中国，哥哥那个给他一个家。不是，不是，是你给他一个家还是什么？我给他一个家，我养他。你要养刚才那个妹妹啊？对呀、啊。他一个月要喝3000块钱的酒、哦。我一个月，哎呀，家里面有酒啊，有酒。他不喜欢喝家里面的，他喜欢喝外面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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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你问妹妹来不来中国嘛？你就是说你要不要来，就是来这边试探一下嘛。嗯。那我多久出发呢？你多久出发？对。你要怎么他嘛？你要说怎么你要怎么他嘛？你再说一遍。我去帮你问。我说让他来中国、嗯，我给他一个家，酒在外面喝，在什么兰桂坊啊，什么那些地方都有啊，酒馆够。兰桂坊的酒你敢喝得起啊？天天喝。哎呀，兰桂坊有多少嘛？一打醉的就是200-300块钱，买个4-5打 还不够喝啊？他是要天天喝哦。可以可以，天天喝可以。天天喝1400-500，10天4-5千，一个月12000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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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高总，你是要卖房养这个妹妹吗？养阿兰吗？对呀、啊，喜欢一个女孩子嘛。必须要拿出真点实力，必须要拿出那个实力嘛，对不对？哦，要拿出你的硬实力是吧？卖房请妹妹喝酒是吧？对呀、啊。你会不会到时候没钱了找我借啊？不会不会不会啊。那你这个喝不起酒了咋整？喝不起酒就敢交啊。好，等一下，我媳妇儿打电话了。